心三天带领。结果如何？拢照带领吩咐，办好啊！今天刚拢有派人去监视，武馆一举一动。好啊，我无要听你啰啰嗦讲遐济啦！一句话，人是死啊我。是我。你讲啥物？大人啊，阿姨个舅妈个传教士，伊个西洋医术有遐厉害啦！听讲黄飞龙已经无生命危险啊！哪里附近？姑妹无转来，是毋是留伫武馆照顾伊？确实伫个武馆内底。可恶啊！大人，你也唔免发这大性地啊！人拢已经活，你生气嘛无路用啊！即马上重要就是爱冷静，好好想办法对付伊呢。大人啊，我讲这话嘛是替大人设想啊！人伊即马是去团圆，欢欢喜喜。大人，都莫加生气啊！不如提这精神来动脑筋，以大人的头脑，一定有办法将武馆迄队人收你甲金死死。你讲啊真对，早死晚死。那个小囝，我一定会害死！哼，为你，吴以后，你是绝对走未出我手中心。我要好甲你用，我要害伊兄弟相残，防万一家破人亡，让伊知影，啥叫做生不如死。阿姨啊，莫烦恼啊啦，坐啦，坐啦，坐啦，阿姨，饮茶啦，饮茶。什么人？你看麦。好。什么人啊？天九，啊你无伫个飞龙兄，你来遮做啥？哦，我是惊输娘哦，唔知影即个好消息。我专工来通知的啦。看你嘴笑目笑，啊是？敢讲？无唔对，迄阿多哦，甲飞龙救我啦。啊飞龙哦，这边哦是拍断手骨电倒影，爱食鱼食肉食百里啦。遐一挂迄鸡仔长鸟都会歹人哦，搁较长岁寿啦。点伊哩？救啦！飞龙啊，家己躲一躲，啊，躲在眠床逍遥自在，害阮所有的人，敢若干落啊，伫伊的边啊咧玲珑耍，哭来哭，走来走。就是讲啊，真正是哦，大家拢咧争吵的啦。上可怜的是阮飞虎啦，讲啥物害死飞龙啦？即摆飞龙无死，啊伊都无话通讲哦。怎啊要知哦？我讲阮阿爹哦，都唔免无采工了之了精神，甲表兄救出来啊。对啊。为何伊？是啊，明仔载透早。进门。你要变我啦！快点啦！我不完，再不完我还要喘气。哎呦，阿姨，你袂使休困啊！等下变遐来走去，你莫怪我哦。对，没有。进来。小姐。阿姨啊！快死啊！紧来啦！
我是叫冤枉的，我得等你查清楚，袂当去厦门。阮下爷吩咐，一定要送你上船。我你想讲啥物？我想什么做到啊？我管无去。你给你们来钱啊！哎，娘咪哦，我阿姨，啊，多谢多谢，哎呦，阿姨呀，别哭啊！哎呦，阿姨呀，都要别哭，你搁在那家饮茶哦？我嘛知影别哭啦，我还看了无好多惊，我真是，哎呦喂，啊，别去无啦，当然嘛别去啊，我去惊啊！阿秋啊，哈？什么代志啦？啊！什么啊？我跟你讲，无唔对。阿姨啊，你帮表兄走去啊！哎呦喂，啊他为了谁走去倒来？伊若是在大楼内底，即马已经无表兄无代志，帮出来啦。那嘛你啊，那嘛你害的啦！阿姨啊，我嘛真认真啊，真正是有功无受，弄破爱赔。啊，表兄即马是走去倒啦，伊会走去倒位？那个人不是我，我无害飞龙啊！你哪不相信我？你哪不相信我？哎，那是啊，那两派人的啊。哦，你看这风高野外，人拢有可能行来吃啦，行啊行啊。彪兄，男子汉代表府爱知影春秋啦。即马黄飞龙得要死啊呢！伊即马若是死哦，都袂做这件代志，伊就敢有可能放你煞。彪兄是要解释啥啦？即马伊就个心肝头敢若有飞龙尔啦，伊一分都着甲你阿去坐监。啊，伊若是死嘞，伊无甲你个头剁来，我就输你啦。彪兄，毋是我讲伊就个歹话啦，性命是你家己个啦，你若想要活较长个哦。卖阿哥，我无什么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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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知我不应该动啊，要不我是去玩弄的。我求大人给我几天时间，我一定会凶手找出来。请大人相信我，大人相信我。哼，我看人无唔对，看伊这么乱了，这么冲动，只要我好好利用，让兄弟爸仔变成顽强人，
相信中医人真紧就会飞伫我的手头。大人，请大人相信我，我真是去冤枉。我若是安尼，就放两支鬼，我唔甘愿。大人，你要相信我，大人。王英啊，我是当时讲过，我唔相信你。这个案件由头到尾，我都唔相信，人是你害的。大人，你真相信我？当然啦，我当然相信你。那呢？是安怎官府人死鬼咧抓我？家有家规，国有国法。你若抓因遐个人，把你送来官府，佮讲到有影有假，我嘛一定爱办啦。严哥，你放心，我相信你绝对是无辜的。宗明大人，自从发生这件代志以来，你是唯一相信我是清白的人。就连阮阿娘，伊嘛叫是我做的，干人想一块傲步数，佫叫我逃走。废话，你免惊。我刚都甲你讲过，在这个世间，亲像你这样有气魄、这样有担当的少年人，已经真少啊。不管别人安怎讲你，你一定要看得起你家己。那呢，我即摆安怎做？对我行。林金章，我唔是要带你等于归案的，我只是要带你来阮家暂时待几工。你花时间，我一定会查清楚，还你一个清白。宗明大人，你要带我去你的府内，也毋讲头上灵幻是幻化的。我当然知影，我是不忍心看到一个有为的青年，因为洪元老毁掉伊的一生。我甘愿用我的坚定来保你的清白。多谢宗明大人，多谢宗明大人。夫人，惠良，今晚不管所有内底人，拢在替你烦恼，后摆袂用再做这种戆代志啊，知无？你会赶紧好起来。我去跟大家说多谢。从你出世到即阵，阿娘拢唔捌好好疼惜你。你看到别人有阿娘，心内一定足艰苦。也不过无要紧。为即马开始，无论别人要安怎想，别人要安怎讲，我拢已经决定，我要甲你惜你，我要好好弥补这二十年来我对你的亏欠。夫人，你即马讲啥，夫人拢听无啦。伊听有，虽然分量还袂清醒，也毋过我讲的每一句话，伊拢听会着。分量，阿娘讲的对无？你那爹，敢不管所有内底的人，对你拢足有信心的。知影，你绝对袂让失望，对无？玉凤，你不是讲我无问题啦？为什么到即摆袂精神啊？有空来坐。
即摆是啥物事情啊？拢已经过中昼啊，到底是啥物情形啊？奇怪，手术真顺利，应该是无问题啊。无问题，无问题，你一直讲无问题。当初是阮都无赞成开刀，买回来有啥物三顿两顿，这啥物来负责？袂啦，可能是肥劳伤济，身体受虚才会安尼啦。啊，不过伊已经好起来，我会直接陪伊，一直到伊清醒为止。我嘛会直接陪伊，到伊清醒为止。明秀，为怎到即马，因拢无休困，你去倒一个好无？免啦，明秀，我讲免啦。慧玲需要静养，你莫直接吵。明秀，你着乖乖仔听话，去休困。给你笑，还佫有真侪菜啊，去豆豆家吼。其实应该歹势人情我啦，大概你看到我哦，我就叫你弄骗，我实在足无耐用。你千万唔通安尼想，一个人弄骗并无算啥，上惊就是无志气。人只要有志气，总有一天一定出头天的。我当然有志气啊。安尼就好啊，阮阿爹嘛有讲过。只要你好好啊做，绝对无人敢甲你看轻啊！江秋，多谢你啊！以前我对恁爸仔囝有足侪误会，想袂到，伫我落败的时阵，恁快到当来甲斗相共，咧支持我。我甲人咧讲，都要猪肉你，得救建人生。会好。你会当安尼想，我真是足欢喜的。啊对啦，惠龙这摆情形安怎？我看你对伊遐尼啊关心，因大家搁安尼冤枉你，实在是真无道理。你放心啦，我听讲有一个外国人已经替伊动过手术啦，这摆已经无性命危险。是讲，惠龙伊这摆好起来？详细情形是安怎，我嘛不是真清楚啦。你放心，等你完往洗清了后，你就当家己回去看。唔知等到啥物时阵，才能洗清我的冤枉。惠后，你免着急啦。我相信我阿爹一定真紧就会找到真正的歹人，害你一个清白。到底什么人要害惠龙啊？害伊无够，连我也要死去。你这个青鸭掌无这么少少，谁啦？上上上！上上！喂，叫安尼，军爷，今仔天气袂歹哦，哈，莫啰嗦，跟我转去。军爷，我无犯法啦，我哪来跟你转去？走，两个，是。哎呦！
传给总兵大人。交办恁的代志，拢来。是。总兵大人啊，大人，咱也不是无熟识，有啥物烦恼，你讲一声就好啊嘛。那都叫遐侪人从我位家下落来啊，这太看啦！啊，无你要安怎？爱我派八人大轿，甲你讲耐心。无啦，我唔是这意思啦。哼！若是安尼，唔知影人想讲我这个总兵大人，甲你这个贩卖人口的有啥物关系呢？大人啊，你安尼讲就歹听啦。我看大人哦，叫所有人拢出去哦。一定是有啥物秘密的代志要反复做去做，对无？啊，无想要有别人知影，对不对？啊？看你好呆好呆，阁真巧。迄是大人你唔敢嫌啦，大人你有啥物烦恼，尽量讲，我绝对是赴汤蹈火哦，在所不惜啦。嗯。安尼，我问你，中义堂。迄个黄飞龙敢是捌对哩？啊，你讲的就是那阿姑娘，吼，讲到迄个臭小囝哦，害我了付偌侪钱，你知无？连狗都莫互我拄着，你要绝对叫伊连本带利拢吐转来。你敢知影？伊这边受伤真严重。我听讲，听讲伊食一罐什么人参哦。去让浸什么什么，对啦，东北猪油啦，吼，险险把它抓起来，这都是报应啦，死好。安尼，我问你，你敢知影要个害死的人是啥物人？啊，不是迄个东北购物的小弟啊。不是，不是，大人啊，啊不是啥？我。无唔对，就是你。大人啊，这种代志袂使讲算数的。迄中医堂我都唔捌入去过啊，我哪有可能去害伊嘞？哈，大人啊。我讲是你，就是你。大人啊，你上好照我的计划行事，将所有罪打起来。大人啊，人都唔是我害的，哪得叫我将罪打起来？我日子都过了袂歹，我无想要坐监啦，我无爱啦我。你若是想要好食亏，你上好照我的话去做，乖乖去吃罪，我袂亏待你。你若无，我同款会用凊彩安一个罪名，让你伫个大牢关到死煞无。是啊，但是你话我哪敢唔听呢？啊，我人都真正唔是我害的，我什么都唔知影。到时若要写考卷，我是要写什么的啦？我，哎呀，这里免烦恼，我拢甲你写好啊。大人啊，啊这内底写的案件经过。连汤阿妹伫遐都买，拢清清楚楚。大人，你哪会拢知影？哦，我捌听讲大人甲迄个万里山元首结界同，那安尼，这害人的代志，拢是大人做的对无？无唔对，就是我。严秋，严秋。杨秋啊，杨秋，阿弟啊，你啥路要安尼做？你的心肝哪会这么凶？就算你甲张义堂不仁好的冤仇，迄嘛是恁顶一代恩怨啊。为什么你要安尼对付飞虎伊兄弟啊嘞？是欢欢喜喜来大厅找，想要探听看卖，敢有啥物好消息？我做梦嘛想袂到，这一切
竟然拢是你设计，你哪会这么狠？惠良若死，连惠虎嘛就要赔命。你安尼做，你哪会忍心？敢讲你不该报恩心？无唔对，我是心我伤过强，也袂严重。阿爹是安怎会安尼做？我拢嘛是为着你啊，为着你这个宝贝查某囝。为着我？你想看卖？自从你出事了，阿爹给你听命命，只要你介意，你爱啥物，阿爹就给你啥物。我倒一遍，给你失望过。阿爹，我知你自细汉都做疼我。你知影就好，严秋，你唔通想讲阿爹今仔官做遮大，逐工无闲到三更半暝，我都无关心你啊。其实阿爹知影，你已经大汉了，你心内有喜欢的人对。家己恢复啊！阿爹讲了无唔对，阿爹嘛真介意这个囡仔。只要你若家己会当幸福，阿爹甘愿将我甲万里的恩怨放一边，互恁两个人成亲。也不过，这件代志，敢若我安尼想嘛无较做。自从吴惠良加入去中医堂了，在吴万里的心目中，都根本都无吴惠虎迄个后生。惠虎和惠良阿个死死，安尼落去，伊永远都无出头天的一天。也不错，我是为着你的幸福，为着你的将来啊。我才会想办法替你来对付惠良，你知无？这拢是借口！你唔但要害死惠良，你阁要害惠虎，你根本都无咧替伊想。我安尼做拢嘛是为着你啊！惠虎虽然袂歹，也毋过伊伤过软弱，伊就一定爱经过这边的刺激甲折磨，伊才有法度变成真正男子汉，甲你才有速配啊！也不怪嘛，我是害人无唔对，也不过惠良伊并无死啊，惠虎伊即马佫留伫你的身躯边啊，因两个已经有好的开始。我除了看你欢欢喜喜以外，我敢有得到甚物？你讲，我有得到甚物？你甲惠虎两个人已经有好的开始啊！我是怕伊伤过吃苦，你也不敢。我才赶紧找人替伊来打罪，想袂到，我安尼做嘛唔对。我用心计较，想要让你得到快乐。你说讲我心肝勇，讲我会得到报应，我听你袂艰苦心，阿爹听了心肝袂疼心。你莫安尼啦，是我唔对，我不应该讲遐个话来伤你的心。阿爹，是我唔对，你莫安尼啦。杨秋，你敢真实会当，会当了解阿爹对你的苦心？我了解。阿爹，我即摆拢了解啊，是我唔对，我无应该误解你。阿爹，请你原谅我。进去啦，莫安尼，阿爹袂怪你，阿爹袂怪你。阿爹，
是我对不起，我对不起你，阿娘。乖，乖，别哭。乖，阿孙啊。哎，大人啊。你先等伊等我的消息，我会甲你讲爱安怎做。是。你是不是会使入去看一下桂良？唉，桂良到今嘛都未醒过来，也是好伊阿娘，踮在你边仔甲陪伊照顾，咱就卖入去甲叫了。是。讲话，讲这么久啊，你敢真正拢无听的？你来赶紧真实，好我听到你叫我一声阿娘。看到伊的手在叮当啦，惠良，惠良啊，惠良，惠良，我听见啦，你有听无？惠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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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有听无？惠良，你叫你，你有听到无？惠良，阿娘的心肝子。心比陪伴你，你认真心，你认真心好吗？阿娘。
清醒了，我要清醒了啦！娘，彩虹啊，彩虹，再见。我好想去陪家你讲，来来来，你坐，你坐。是不是惠良兄好起来的代志？唔呐，安尼尔哦，我讲的好消息哦，对你来讲哦，更加赞啦！真实的哦，啊是啥物好消息？就是你阿兄，伊抢官爷的代志哦，官府已经判落来啊！啊，那呢，我阿兄伊……你放心啦，我讲是好消息哦，当然唔是死罪啊！啊，迄巡捕大人哦，救命你的哦，伊把这案情哦调查甲清清楚楚，伊知影迄官人哦是一个假钱的官啦。你阿兄去抢官哦，嘛是不得已的。哪里有哪样，都免叫人家去抬头啊！当然是真实的啊！而且吼，迄巡捕大人哦，阁发外时温哦，敢若派你阿兄做苦工尔咧，免外久啦，你阿兄就会来转来，甲你团圆啊！真实的啊！真好，真好诶 ！Thank you， 多谢你，足多谢你诶！本来我做两阵工，我阿兄一定无希望啊。是你伫甲我鼓励，一直甲我安慰，我才会当度过这段日子。若不是你在我身躯边，我真正不知道我要安怎才好。Thank you， 多谢你，多谢你。彩云啊，你莫咧讲啦吼，我看你安尼欢喜哦，无论我做啥物都有价值啦。空哦，实在有够空哦！阿爹，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是什么人惹你遐尔生气啊？什么人？就是迄个巡捕大人啊！阿爹，到底是安怎啦？迄个巡捕大人，今仔伫咧证人面头前，伫咧公堂哦。竟然讲我唔对啦！不管安怎讲，我嘛是一个堂堂的总兵大人，将我的面子安尼尽扫落地，我是要吞你下落的。阿爹，啊到底是什么代志？先做会变麻利嘞？都是徒弟的案件，伊讲我放任属下，为非作歹，佮讲我废日啊，讲我规大堆啦，我是咧吞论你，伊佮掠准讲我咧惊伊啊！伊若有才调，甲我关起来嘛！好啊啦，阿爹，你莫阁生气啊啦，你大量有大量，莫甲伊计较啊吼。对啊，你哪样嘞？那无看到伊。阿娘，阿娘伊，伊是安怎想？敢是讲吴惠良已经好啊？伊嘛应该回来啊！你啥毋讲话？敢讲恁阿娘，伊还袂回来？你个老弟不管！阿爹，阿爹，你莫遐尼啊生气，莫遐尼啊冲动啦！钟明大人，你想要从啥？无恁的代志，叫恁师父出来。阿爹，莫安尼啦！阿爹，莫安尼啦！钟明大人，稍等。Thank you， 请师父出来。好，过来。阿爹，你莫遐尼啊冲动啦，有啥物话好好讲啦。师父，来啦！你看。阿爹，阿爹。哟。慧英来，你来创啥？我是要来带慧英回去，你叫伊出来。我知影我安尼做是有较超过，啊，不过慧玲拄则才醒过来，伊真需要伊阿娘伫边仔来甲照顾。我希望你予慧玲过几工的时间。无可能，当初我就无应该答应伊来。今仔日不管安怎，
我一定要带他回去。你听说我没要听。阿爹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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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后生到底唔对，嘿，你愈来愈好打哦，你连我你嘛敢加心？要给你拖回去，以后不准你再踏入来这一脚步。英儿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我要留在这，好好弥补我对惠良的亏欠。智慧是我死，英儿，我，你若将我拖回去，不管是你将我放起来，也是搁再将我关起来。只要我有一口气的，我都要回来照顾惠良。阿爹，